好，陈时中大家万万没有想到哈，他选举选着选着就把大家的新仇旧恨全部勾了出来，没有错了，这笔账一定要说清楚。那我们看到这个今天问卦在 PTT 上这两天高端题也好啊，陈时中这个疫苗题 BNT 也好，真的是战翻了各式各样的题，但是你看完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现网友意见几乎是一面倒。问卦包括什么？高端疫苗还是八国承认而已吗？哪八国？印尼、琉球、纽西兰、贝里斯、索马利兰、爱沙尼亚、泰国、巴拉圭啊。然后你看网友怎么说？世界不只有美国，你看有八国，谁管你开放哈？炒股用的疫苗啊？问这题先选一盏路灯，现在路灯哈超流行。你违反当道的话，自己去选路灯啊！还有问卦，这世界上有塔绿班不敢咬的人吗？有谁？拜登的狗，大陆军演的时候啊，乖得跟狗一样啊！好，我请谢大使在这一题当中做个结论。陈时中啊，从之前的 BNT 啊也好，到高端也好啊，到他的偷窥也好，到他的盗图也好，你觉得这个人是怎样？对不起，我要用他的话来讲他啊。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他是疯了吗？他脑子其实他只有一个想法，他脑子的问题就是他非常单纯，他只想一个权力，他是一个权力欲望非常重的人，而且啊，他非常的威权的。那这种想法，这种脑子里的人啊，他对任何对他的指控啊，他都是否定、否定、否定、否定，所以任何事情他都反对。可是因为他相信权力，他相信权力，所以呢？要追求权力，所以他就配合自己的这样要这个目标啊，在抓到一个机会的时候，用这个工作的表现的机会，为他下一个权力的位置哈，来作为一个工具。所以他这个过程中啊，我真的很不想用这么重的字，他做了伤天害理的事。为什么伤天害理？因为这是攸关人命的。是啊，对你别的职位你还你好，交通部长也不行，乱贪污也不能纵容人家。就黄珊珊讲的嘛，谋财可以，害命不行啊，就是不行无法原谅啊，可以原谅吗？就是不行，因为你这个给了你8000多亿啊，是要你救人命的，可是呢，他去配合利益团体，配合政治的野心啊，那个在这个中间哈，做了真的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谋财害命，他是某种程度来讲的话。他是帮助犯，他可能不是起心动念是他，可是这个是帮助犯，他要负极大的责任的。对，从大的来看哈，他的个人道德啊、良知啊啊，那从小的来看，一个团队管不好，光是一个偷窥，还有一个盗图的基本概念都没有哦。然后更何况说实在，刚凯翔帮我们一路爬树，我们才发现就是错中错，不断的在错，也就是说这个团队有多不认真。陈时中有多不认真？你好歹啊，这图片哪来的？什么阿贵到底是人还是猫？你得搞清楚才能用嘛。我说连个猫跟人都搞不清楚，叫这种人去管疫苗哈？对不起啊，真是辛苦他了。那现在叫他去管台北市啊？那更糟糕。而且这个人用人为私，我就在观察他用人的时候哈，你比如说王必胜这么有问题的人，可是跟他关系好用吗？你记不记得李秉颖？李秉颖今天到哪里去了？李秉也是很有能力的啊，怎么都不见了呢？所以他是一个用人为私的，然后呢，他用人的一定为他未来一个位置有帮助的，所以才会把他的团队搞成一个皇亲国戚的一个组成团啊。可是没办法，人家蔡英文喜欢他啊，是不是？蔡英文事实上的话，我觉得也被他骗，而且蔡英文为什么会跟他关系这么好？就是他把这个医界啊，他。不好好当医生，他在当牙医的时候每天在搞政治啊，他是权力欲望，我从这个地方我就看出来了，他把都围起来，牙医啊，怎么这个都围弄起来，医生弄起来，是吗？民进党的这个哈选举中间的这个哈，他下了大的力气，他是一个牙医，可是他对权力的欲望如此之大，我觉得就误了他自己，然后他又没有足够的能力，你看他今天带这个团队居然无脑悟到直接去拍一个偷窥狂，做那种事还想立有大位吗？可见他没有那个足够的训练，没有那个做一个主观重要的决策长官的能力。可是他自己的欲望大于他的能力太多了，这种人是很危险的。其实我觉得一个民主政治最怕就是出现这种人。你看这个各国的民主政治都出现。问题是为什么？对，就是这种人越来越多，欲望，然后呢，
这些哈对自己的期许高的欲望跟能力没有办法匹配，没有能力。嗯，那所以你看，现在美国政府也是一样，是民主政府都出现这个问题，都是这种能力极差的人。真的说说实话，我觉得他是啊一个完全没有能力的一个人，去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，可是呢，他为了他的权力欲望，就配合用他这个工作里面的资源呢去做什么呢？去做他博取另外一个位置的工具。那就中间，可是你今天别的还可以，你做疫情指挥官你不能这样做，你将来做台北市长也绝对不能这样做，因为疫情指挥官是做了就是伤天伤，不过就是就是就是伤天害理了。不过他在党内看起来应该是个好人啦，哈，说各方推荐的人马他也都用啊，在这个做疫苗的时候，之前不是传出什么无性立委什么之类的吗？好像哦，好像哎。说实话，照理说，如果说你是一个这个疫情指挥官，你就把名字讲出来啊，哦，全民做你的后盾嘛。今天你的声望不得了，根本躺着选就可以了哦。但是就是他一路走来，他真的有很多表现机会。每天下午2点的记者会哦，他不但没有让自己变成一个硬汉的感觉，然后给大家的形象就是推脱啦，啊，就是不诚恳。所以大到疫苗，小到一个这个卤肉饭的盗图，大家仔细思考看看。这就是民进党推出来的陈时中。有一些睡眠问题的话，可以来试试看我们旺旺推出的这个梦梦水，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，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。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，这个地方有我们 QR code，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。这里呢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， 要请大家多多支持。